桃园瓦斯行大火，四员工遭火吻，紧急送医。桃园八德区这家瓦斯行今天中午疑似瓦斯外泄燃烧引爆，警消获报立即前往灌救，火势在下午一点多获得控制。现场有三名男性下肢二度烧烫伤，一名女性右下肢烧烫伤，四人皆意识清楚，已送医治疗。警消初步调查，瓦斯行员工当时在处理钢瓶，一旁有电扇，电脑开着，怀疑电线走火导致，确切原因将进一步检视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百元 7-11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